用品，请先生放上台上。啊！啊呀呀，那边好大一座院子，不知什么素材，一旁待我采西采西。先生请示，先生那边是去不得的。恰是为何？这里是在一个蔡相国的夫人，我英英小姐。蔡相国家眷为何不自管也，恰来报杀举子？先生有所未知，只因相国去世，夫人与小姐无聊邻居，伪装不灵援军，路上不行，故而暂时积聚失踪。啊，原来是此。夫人平时自家念经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的。张先生，请。红娘开了酒门。哎呀，张先生，蔡府女眷来了，遇见多有不便，请回避一下吧。啊，请回避一下吧。家英英小姐，那位小娘子呢？那是小姐身边的侍女红娘。张先生，我师傅要回来了，请你放上台上。啊，小师傅先饮一步，小生随有就到。是此先生就来。哎呀，妙啊！
文章文章是非你去问问长老几时与老相国做好事，这栋长老同知不的困苦叮当说来为我啊。是。哎呀，张先生真是好贼呀、啊、大师夸奖了，小生这因女的生长早晚难以温习近事，金凤嫂把银也亮，又加一声神魂听讲，彼时卡王颇有所见，请先生见谢。贵司他愿转房最好，那倒是个有情所在，多说用功相依之处啊。多谢长老。长老吩咐啊。
老夫人命我前来当听在即，款款道上。本月十五日是子伯受宫之日，请老夫人小姐公子去大殿念下。啊，本月十五日可以我家老相公做好事。是啊，道上就是在功德堂内，发出令小娘子去看，也好慰病老夫人。是，此次与老相送领了，请。父母身无俱劳，小生无孩漂流，死于父母造访，至今悲天无天，百载一分，贼见丧亲，恳求长老慈悲允诺。足见先生孝心，得罪父法。多谢长老，小生高抬。小娘子快往道上回来，必定从此进宫，母亲在这里等候与他。嗯，有礼了，先生吩咐，官问小娘子，该是侍奉盈盈小姐的侍女红娘子吗？我便是和老同伴。啊，小生有句话，管什么？言出事先不可乱发，一直尘埃有脸难爬，请吃吧。这个。小生心脏命宫是君在本官西路人子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知识健身并不能娶妻。谁问你呢？我也不是算命先生，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啊？啊啊！这个红娘子，你家小姐她可常出来追追飞？出来变什么样？不当问的就不要复分，你要是复分呢，被老夫人分赐你何一场？真是个不分子。听说吧，老兄长，你不该离
去为病头脸，难道我先死少了断头香？我上浪杀去向为王，与小姐郎才女貌正相当。红娘啊，你不做媒，我便把小姐相。红娘啊，你可知相思的悲儿盈盈小姐，每夜必到花园扫兴，七夕今夜又把风吹，他是来日，我定来宽宽
做好事，你倒是问了没有？我也问了，张老师本月十五日可以老相公做好事。小姐，我想去件好笑的事来了。什么好笑的事？前天我去问宅急的时候，碰见那只在家门口遇见的那个秀才，他就和娘声声爷爷。小娘子不是莺莺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？玉生，小生新张明公是俊才，本官西洛生之年方二十三岁，这一次才在知识健身，并不曾去去。谁要你去问他嘞？哎呀，谁问他嘞？他问唤是小姐的名字，是。常出来走走嘛，被红娘好好的抢他来等。红娘，你不抢到他也罢。上去这样的傻瓜，我不抢到他，不晓得他还要说些什么疯话呢。红娘，你告诉老夫人没有？红娘还没有告诉老夫人。这些小事，你不对老夫人说。也罢，红娘你为的、小姐你快也到中天再拜一拜相吧。玉桂无言伤心事。
心在深深一叹中呀，小姐为我有此长叹，仔细想来，小姐此叹必有所过。我不免一月光高吟一声，宽他自落。
做完了吗？是啊。哎呀，你多做一颗不好吗？小弟，你看他也没有停过。张先生，天色已明，你给魏王写信，老身也要告退了。啊。凉凉。
老先将圣飞火带领五千人马，将紫苑团团围死，颗颗生生呀！要怎么样？要向盈盈小姐做个压贼夫人。这是长老，这真是得了啊！母亲。娘啊！
何不问过恒人等，煞有高见，共商一个退兵之策，出此大难，也必可知啊。母亲，孩儿必有一计在此。有计呀，煞有人能配得这兵。儿亲。老夫人做主，心愿倒霉葬灵，将莺莺小姐与他为妻，与他为妻，与他为妻。Thank you.
何日人登天上？此今才有人推得这病，老夫人做主倒霉葬礼，将莺莺小姐与他为妻，与他为妻，与他为妻。莫非有退兵之计？真是，先生哪一家书生，虽无火机之力，怎能退得是兵？你莫刁困我夫人也。夫人，这位先生言道，他有退兵之计。先生有退兵之计啊！方才听长老当中笑语，夫人之意，小生与何时生说，同在危难之中，故而愿先退兵之计。哦，昨见先生神意，刚才与长老说过，有谁能退得这兵的？愿将小女莺莺与他为妻。夫人言出此塞，小生你不用之。长老，此事太低，先要接从长老。我、哦、这啊，长老不必惊慌，去到中雷之上小女侧身，就是夫人言道，小姐相扶在身，道上功德闭目，疏于将军，只怕于军不利，请将神马暂退一箭之地。三日之内，道场功德圆满，小弟完了接佛，方能疏于将军。那三日之后又到是何呢？啊，夫人不必杀急，小神有一故友，心多名枪，号称白马将军，统领十万大军，征水不过，小生与他有八百之将，一封速去，久病不到啊。老夫人，咱的将军到此，何日一个生非祸？先生，请快休说，老身速去中路通报。这苏某，那。早已修好了。喂，请将人马退去一箭之地，三个字儿再来认亲。啊，一封速去，久病必倒，请夫人小姐放心才是。好了，好了。老夫人，这边果然退去一箭之地了。儿、哦、啊，我们先家有酒了。哦，此次多谢张先生。放心，红娘，快扶小姐回房安歇去吧。啊，小生高抬。
开了。老身这个差人下书。小姐，倒看他不才，也真难为他了。啊，长老，快把差役信息胆大之人先去下书。时下有越多我人命会为命，贼有胆量。这是心情古怪，必须用言语接他才肯先去啊。长老放心，小生使人教他先去。此今是病未困，需派人副捕官杜将军掌印下书求救。死了为民之外，谁人先去？为什么我不能去？小师傅要冲着这五千的兵送位，非同小可，你管去吗？有别的卡声吗？我听他说，我听
金儿，我接得的光，看看我的衣冠，穿戴的喜庆。红娘，去请小姐出来与张先生行礼。是。Thank you.
行早脚步，吓得盈盈吐刺肚。见过母亲。儿啊，罢了，请赵先生赏赐。要是年关与夫人对坐，好不得不恭敬，不如从命。从今以后，你俩是同胞兄妹一般亲也。这两次竟犯黑定银，自
你我一位之亲，实为可惜。就请张先生今日一定要莫因慈悲。小生有句话该什么先生请讲。请说。老夫人，现在孙飞虎为了死门便才仓促，夫人趁势，不论后生能退则兵的，就将盈盈小姐与他为妻，是有这句话吗？有啊，当此之事是谁挺身而出？是张先生。是谁秋下素心请来白马将军推出这兵的？先生有闻名之恩，真乃先相国才人。夫人请示，接兵接位即是小生所为，夫人理该谨守谏言，将小姐许与小生，为何呼吁兄妹相称呐？张先生，先相国三日是欲将小女众生许了老孙的乃至神，现在他与书信到来，是即日就到，他若来时叫老孙何以为得哟？啊，原来夫人是这个旨意呀！问夫人，要是白马将军不来，孙飞虎公孙无力，请问小姐又如何得配领这正恨呢？这个、哦，张先生，如今我情愿赌一金八小时，王先生领聘高门，社会两别。夫人，谁是小生挺身而出，岂为托你贤才而来？你好小亮我张公爷，都退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你我几位至亲，就请张先生一直西厢四月，欲免许都报的红娘，红娘。哎，张先生醉了，快我张先生为西厢四月安歇去吧，明日便与我说。
生，你少喝一杯不就好吗？可是红娘子呀，你也不多，我喝的这么久嘞。小生之前小姐之人，非亲方才，谁搞不得别人，却瞒不了你呀。现在这封书本不多大，可是你家夫人堂堂一品太君，金口玉言，轻许婚姻。红娘子呀，这不仅令我儿臣听见，两郎说不胜数，上有天下有地，夫人不早都听见的呀。是经你家夫人特作文变化，正叫小生心生计较，更赴别路。这就在你红娘子跟前，经过死心了吧。赵先生，赵先生，万万死不得。赵先生，事情反悔了，我是先生听了生气，虽说我红娘听了也算是替先生不平。红娘姐自有不平之意，何以骄傲？赵先生，我说对你说，今日之事都是夫人做主，小姐是未必一般心思。也罢，待红娘来替你相告法儿，使你与小姐一同情诉。杀得红娘的子子，小生生死不法。哎呀，张先生，正是，想必小姐还不认来意。趁水上行，趁春去，两小团已思天情。唉，月儿啊月儿，你看在小生的份上，不为早些出来吗？怎么，我来了不是小姐他们不认来呀？哎呀，看小姐他懒洋洋的来了，给我唤他一声。啊，小姐快来呀！
小姐，凤娘听不出来。小姐，你
事情呀哈。奇怪，四壁相似，这是小姐你呀、啊？朱文君又如何比得上你哟、哦？请将丝绸带来。Oh.
胆得好，既是爱，既义亲，世人听了不觉泪下。哎，夫人忘恩负义，完则罢了。这是小姐你呀，你却不给，是慌哦。掌声啊，掌声！这是你出院，我俩曾经将他变了卦，是人心苦。小姐呀，你多了一口不好吗？哎呀，红娘子呀，你今夜便与我为娃不好吗？Yeah.
红娘子，也来小姐听情，不知江西什么？张先生，你去相思难分了，他只因他去天堂，可怜东西郎也曾自责，我红娘来相。红娘子想搞什么？小姐说，请先生再试几天。红娘子，小姐既有见面之心，红娘子，小生这里有个见天，管把红娘子给予小姐。这我可不管。要是小姐她一下子变了脸，是。娘，这是谁的言语？谁要你去哪里的？这小女子高声不应，她怎么知道去告诉老夫人，怕不要把我当个官司人。小弟就不会是此哦，这是红娘子不肯与我带去。红娘子，小生情愿多说些财物，谁是红娘子啊？我是团东面的财物才来的吗？去来家马龙君大师。
红娘多少事，我虽是女儿家有志气，难老身我贪图你财物财。娘子不要生气，小生说错话了，说错话了，我与你背离背离了。你咋生可怜我，再做傻小子，舍不得我安替你家把事。好，小姨你哄娘子。娘子呀、啊，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傻小子吧。这便是事拿过来吧。哎，哎呀，张先生，这上面是些什么呀？红娘子哦。剑挑是必动小苦，我的红娘子呀，你要与我小兵才艺心情舒心哟。
张生啊，张生，你太大意了。张生多情，几次失体，叫人快了不胜感慨。我啥子负他一心，又恐别人知晓，啥不负他，又叫人个啥不想。哎呀，这便是我是好你。
胡言乱语，你下次休再与我来提。盈亏你的嘴问，差点别人听见了，这是什么话了？小姐，你叫我去管他。哎呀，我叫你去管他吗？这是兄妹之礼呀，有必要？小姐，张三他愿意我小姐做兄妹吗？是不是老夫人虚了？玉拉，人家官这样讲，官这样想嘛。谁是我家亏为了他，他也不该死吃。罢了，等我先长天天去委屈他，也就是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写什么嘞？这样不是要害了他吗？红娘，你不知道，我少不心心委屈他，以后还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啊？红娘，你去对他说，小姐叫你去还他，兄妹之礼，叫他以后再也不要胡思乱想，以后再还。定准告诉老夫人知道，红娘。就连你也脱不了关系，拿去！我不拿去，拿去呀、啊！不去！你这小女子毫不知分晓。要问你，不要杀了，不计死了，不计死了，小姐恼了，小姐恼了，嗯，小姐怎么会恼呢？嗯，平时的红娘子不肯与我用心哦，啊、是我不肯用心。嗯、哎呀，张先生，天在头上呢，你那个前天写得好啊、哦！为小姐诉想念，今朝先生却犯了案，从今儿想为嫂见面难，劝先生你早听过，就来人分散。娘子，
娘先生，我管不了你们的事。红娘子，红娘子，哎呀，红娘子，老先生，你那是做出神奇的命令，我为了你那个健全，小弟子跑到公司打木嘞，还要你弯腰来摔木嘞。待月西厢下，宁府无半客，可相欢迎同我。你是女人来、哎？张先生，快不要念了，接我听吧。啊，待我接你的听吧。待月西厢下。小姐呀，我月上秋去，迎风无半开，小姐在开门等我呢。开门，可是像花影头，小姐叫我跳墙。跳墙、哎，你是若成来，喏，就是小生我来了我。张先生，真故是这样接。红娘子呀，不是这样接，你是该怎么接呢？啊，张先生，真、啊、姑是这样接吗？哎，小生乃是才师妹的所见，这四句诗，万为接错不成吗？喏、no? ，嗯，啊，红娘，你不知道，我若不细心委屈于他，一万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呢、嗯？好一个小子！原来你连我红娘都瞒过了哈！几人间传说的瞒过语言，好小子心儿怎样刁钻？换几次巧色心内慌。哎呀，红娘子呀，小子乃是做书人。
是小李请我挑香的，我是非挑不可，我是非挑不可，非挑不可。进去，怕小姐你信，是我来带你的。哎，老母，哎，小姐不是叫你跳桥？跳桥？哎，那就跳吧。这，哎哎，跳吧。哎，红娘子，跳红娘子，跳吧。哎，小姐，啊，
小姐，这门内话我都看过了，你也过上银子也没有、啊、没有吗？挑这样小姐，做什么呀？啊，红娘，我好端端地在这里烧香，忽然有个贼跳过墙来，令我红了出去啊！花园里我有贼，带红娘来看看。哎呀，贼在哪里呀？贼在哪里呀？小姐，我是花园里哪里位于着？小姐不要紧，这是一个锁子。不是，谁难道我有圣地锁地吗？小姐，你也圣色的呀？谁呀？是张生啊！不管张生李生，你我得了下去，得到哪里去？啊，得到。老夫在哪里去啊？小姐，带到老夫在哪里去，不要瓦了他的名声吗？这小姐，带红娘来替你侍奉了吧。啊，张生，过来鬼香啊，鬼香、哎、呀，鬼香。张生，我来问你，是谁叫你跳墙过来的？跳墙过来做什么？谁呀？哎呀，谁呀？哎呀，你谁呀？张生，小娘子本花花，要带你出去种桃花。正是你才有海洋生。谁知你这胆天来他，你黑夜里藏进人家，我当间听到你出来那。张生，你说到空生之处，别到追公子里，为什么黑夜里跳过墙来？是谁叫你来的？哎呀，你谁呀？你万一他多讲些什么，你我待了下去。啊，小姐，快在红娘的坟上睡少了他吧。快在你的坟上。
孙大恩，早晚必报。事情极为凶美，又有生此心，万一被老夫人知道，先生何意？是我。事情困在红娘的房上，去扫了他吧。嗯，就饶过你这一遭，下次不哭。啊，哎呀，起来呀，起来呀！啊，嗯，哎，谁呢？谁呀？好一个才思美的作家，如今做个死心塌地了吧？扶你回书房去吧。
生病中，请了太医与他调治，想他定是为了星夜化冤之事，一起诊病。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你这样个聪明人儿，怎么晚不知道我的心思啊？你拿我太无情，不知道我心中有多少难以他今天的病要犯你黑脸了。
就送于张生吧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又来了。上次你叫我去送个尖贴，才害得他一平浪荡。如今又送什么好一方儿？小姐，你不是叫我去送他的命吗？哈，红娘，这一方是救命的呀。小姐，张生的病可不是吃药能好的。红娘，你不懂雅心，这一方真对他的真如你。小姐，你哄了我红娘不要紧，张生是经不起再哄的了。啊，好姐姐，今晚就不哄你，快拿去吧。我不去。拿去呀，我不拿去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不去，我不拿去。哎呀，拿去呀。红娘，老夫人来了。小姐，老夫人来了啊！哎呀，我不拿去，哎呀，拿去啊！老夫人来了，老夫人请坐，见过母亲。是啦，怕了。红娘，明日去探望张先生，你去了没有？不然去你、啊、这就去吧。哎哦，红娘，你对张先生也讲，叫他安心请养，这一夜之费是由我家担的，就是我母女跟着再去探望与他。嗯，去吧。是是啦，女儿啊，为娘才叫你呢。啊，母亲，张先生曾救过何家性命，事情病在靠中，我母女尚不成问于他，岂不被旁人带人、啊、母亲舍得解释。是啦，为娘今日进来好呀，闷闷不乐，还有什么不快之事，何不得为娘言讲、啊、母亲，孩儿与往日一样，并无什么不快之事。唉，世中的弟弟去世，一家三口孤孤单单，句句不懂，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。如今只盼你神恩姑姑到来，尽我母女无灵未转，不灵远君，一句两撇，也了却为娘一桩心事。玉郎，你在想什么？啊，母亲，孩儿不曾想什么。你该叫红娘陪着我儿出去野山野山，怎奈我母女虽小俱伤，可比不得当初。我儿一向十分孝顺，始终未记得为娘之意。女儿理会的，快，天色不早。为娘要为王送进去了，我还也早些安息了吧。送过母亲，免送。唉，真是死得情伤重，爱恋不久生我。
生的，你飞轮山付出了远山遥人，你女儿不知也不曾恰人。
听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不给过问我红娘心一片，你不给几次三番弄成疼痛。小姐呀，你是一位还闹一位儿臣，一位儿欢一位儿空，那张生子一般儿相思，一般儿恨，一般儿痴迷，一般儿疯。你明明压了张君才，你为什么侵犯小他女郎？怕谁莫惊恐，我保管你功不退差不多全部必成等几重，凡事都应我红娘陪，怕谁莫去将人第二个人知道了，他什么水呢？来，给红娘来替你梳洗梳洗吧。没有法子呀。
坏了，那只娃是真的，是我亲眼看见的吗？快回红娘来啊！你还不与我跪下？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不要你过，快去家发来。老夫人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跪？下去，红娘。你知财吗？红娘不知财。小姐人你玩什么财？谁要你不依三更背着小姐到花园里去的？红娘不准去。不准去？红娘是与不关其心，是谁借嘞？我郎借嘞。我千万不能讲啊！你我讲讲讲啊！
识的你。你们去问问那上次治疗些什么。Thank you.
会打来七八次草莓了相过的家生，你家需要三思而行，不可操持。此事难道就罢了不成？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，这怕怕也遇不得你老夫人，不怕也遇不得你老夫人哦。此事以你之见呢，老夫人，红娘回去了。小姐人，你万不夸起来姐啊！对，老夫人。哎呦，老夫人，在红娘之间，倒不是杀鸡小姑成绩美事，将小姐虚与掌声，这不是完了吗？哈。这丫头一夜当冬，我心看到叫老僧人为了将隐隐许了张君才，他把一阵雨我家盼，我咋将张生送官去军办。坏小子，我哪个进水嘞？我哪个啊？哎呀，张生啊！小姐，嗯，信箱失发了啊！放在老夫人靠不了红娘本身。他的瓜上儿只是滴泪泪的向我红娘身上当转。红娘，你是委屈了。晚上都叫我杀过去了啊！小姐，是今老夫人要把你许配张生了。嗯，我要去请张先生呢。红娘，事到如今，我怎么好意思去见母亲呢？哎呀，小姐，你又来了，是去娘的跟前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快来吧。
子，管是小子还我。哎，你倒是往好的上面想，告诉你，西厢死法了，老夫人叫你去。哎呀，小的惶恐，你请我租给谁吧、哎？事情大了，租给不了，快去吧。哎，我怎么好意思去见老夫人哦？哎呀，你看你，今天挑想的胆子有多大，事情胆子有多小。告诉你吧，老夫人要把小弟许配你了，叫你去见曹母娘去呢。是真的吗？哎呀，谁唬你嘞？快来吧。老夫人，哼，好一股宝玉秀才，我好意留你继续西厢，你竟未做出这种非礼之事，本当送你到官。有空什么了俺相国的家人，事情没奈何啊，这是把莹莹许你为妻。春姐有目，这一位总算成功了。慢，但有一件。哪一件？我家三思不早，怕与女婿。明日你我上京应试去，得官未来再与我儿成亲。咋不得过，你休要来见我母女。红娘，吩咐准备错了万马酒壶，明日在十里长亭与张先生结应。是，二郎，这位娘来。
少得管。众生，你寻我手中喝了这杯吧。逃出时，我与小姐先回去了。母亲，夫人，十四日子你们就分别聚聚，不要误了他的营生。我在书堂等你。是要接走回来的呀，小生李为的把老东去宴席
先上马吧。儿啦，十四姨子快登出来吧。Thank you.